的世界不是二维的平面几何，所以在黎曼几何的世界，我们两条平行线的相遇是命中注定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，讨厌，暗藏实力，太坏。你以前总说我坏，但是你让我这么难受，咱们俩到底谁坏？你先招惹我的，既然选择骗我，为什么不干脆骗我一辈子？那好，我骗你，你骗我，我们就互相骗一辈子好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全都想起来了？这回忘不掉了吧？作弊啊！接着眼落了，作弊不是止不挽留他，可是风在呼啸呀，回忆慢慢淹没了我，还不知所措，潮水想过，我不想我呼吸失去效用，越挣扎水越汹涌，过往渐渐蚕食了我，无形的撕裂勒住了心脏，我拆开在熟悉地方遇到。